啊对啊，几分就是小朋友，每次去那边绕一绕就找得到了。大爷爷，要找你听不懂的。没有运气好啦，我刚好有一格停下去要留电话就可以，他说可以停但留电话。哦，对对对，是越来越难找了啦。是啊，他很多都用路霸这样。我不看这。哎，你的手。哎，爷爷，哎，那老爷爷有了，那个。然后那个你跟金明一个，然后爷爷有一个，那这边一个，那我是不是多拿了一个？好像是。哎，我没有哎。有啊。谢谢姐姐。咸猪肉，要配这个，配这个。很咸哦。要配这个。不要。那你要把碗拿去收好啊。拿碗拿进去，好啊，拿去收好啊。那明婷吃看这个有没有玉米的味道？有。很烫哦。哦，爷爷还没离座，不能离开哦，要坐好，陪爷爷。姐姐说这个菜有玉米的味道，搞不好是叫做新的品种玉米茼蒿。妈妈车子也停在人家新盖房子。热的快点，真的要。那你不是原本那边可以停吗？哪边？不是原本停楼下。没有啊，爸爸就停外面啊，外面有人停啊，楼下我们没有啊，他就去外面找位置。那应该也是违法的吧？位置红线里面啊，红线就是不能停、啊。红线里面一样啊，只要是红线就是违停。不行，红线里面可以的，不行。可乐，可乐，啊，拿过去啊。你有没有吸管？要杯子吧？请问你选的是？拿你的那个沙士还是苹果汁啊？我的这个离家出走了。不要到那边了，到这个杯子。请问你选的是苹果汁的维斯黑松沙士呢？维斯啊。维斯是什么？请问你选的是维斯呀？维斯是什么？还没到七点就是。维斯是什么？差不多了。喝一种就好，你要拿那么多种？你晚点再吃点心呐。吃太快啦，没有慢慢吃。小胖，你要什么？你点一个东西。我要维书啊！那妈妈来给妈妈了。你请点。开花不是？是啦，开花结果是啦。哪一个是什么？啊，换你了，你不能重复，太想吉祥了。还有个地方可以花哦，你们不要一块花。啊，好了。啊你啊！不要打爷爷，这边好，赶快来开始。你等一下，你等一下。爷爷。来爷爷的姐姐，放点油。还要说什么？谢谢，弟弟，看到红包了，讲讲心里话，当然喽，老师，金米米啦，金米米，金米米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哎，还有啊，还有啊，爷爷的，快点，你要讲话，你看吗？就不要看了，可以讲重复的吗？还有啊，新年快乐，还有一个，那个妹妹，收好，等一下，金米米的儿子逃走，你要发给我。你要发给我吗？你是不是要发给我？你要发给我吗？姐姐都拿出来了。爷爷，你快把手抽抽。拿两个。你干嘛放屁股啦？屁股那么小。你都在那边偷看，钱不乖哦，把它收起来。来，这边给他，爷爷给你。吉祥话。来。看，我是公的。哎，那主持人没有给小婷获得两个主持人，主持人十二点，那人少一点，慢慢抽抽到我。第一位得奖组都还没有找到啊，换谁抽了？换小的，换小的。爸爸不要那么多人抽啦，会抽很久。那就一二三，就一起拿就好了。哎呀，我点那么抽。好，换姐姐抽。换姐姐，没有，没有。换金明姐啊，金明姐。金莫婷叫，叫。金莫婷，老杨。拆都拆不开、欸，好粘的好紧哦、喔。过来啦，我用
啦，没办法拆开啊，哼，好难拆哦，都拆不开。四十号没有，谁还要拆？走，八年前来摸摸。坐着怎么现在大家都站起来了？耶！金伯廷二十八号，二十八号是立体随意贴一张。哇，最小奖，恭喜你的最小奖。贴纸一张更小奖好不好？还是女生同行哎！恭喜你得到最小奖。我看一下，卵池，这是卵池吧？这是卵池吗？随意贴啊！我说妈妈不要乱发奖品哦。贴纸一张，立体。这边是地，这个摆好，这个摆好。